掀开经本，179面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苏抄卷第二，九总摄名题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这个总摄经题，这里面分两个大段。第一个大段呢是解释经题，第二个大段呢是说明啊翻译的人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。我们看这个第一段里面，它有个简单的叙说。如上八门续义是移之一经大旨，经于设文先民总题实有纲领，故次之以总设名题。那么这一段叙说就是这一大段的来由啊，为什么要有这一段啊，先说清楚。前面八门呢，在第一卷啊，就是本经的玄义。如果拿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弥陀经概要啊，弥陀经的概述啊，概论啊。那么我们已经讲完了啊，讲的也相当的详细。那么对于这一部经的宗旨意趣啊，都在第一卷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啊，这真正才入了经文了啊。在经文之前呢，先介绍题目，因为题目啊是一部经的总纲，就好像一篇文章，这篇题目啊非常重要啊。请看这个经文了啊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“说”呢就是注解啊，说题意有四啊，这里面呢就是有四段。这个四段怎么分呢？第一个是佛，佛就是一段，一个字就是一段。第二个是说，啊，说也是一段，啊，阿弥陀这第三段，经是第四段，啊，所以这一个题目里面就有四段，啊，这四段呢，这个注子里头说得很清楚。初呢，这第一段能说佛啊，上面这个佛字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第二段呢是证明说啊，正是说明是说啊，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。第三段呢就是所说的内容啊，内容啊，是所说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什么？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，介绍给我们啊。第四段呢是介说明，就是经啊。下面呢是简单的注解，说言此土释迦牟尼佛，此是对彼说的啊，因为阿弥陀佛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啊。那么我们通常讲世界呢，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呢，就是指这个地球就是世界啊。其实在佛法里头啊，那个范围啊大得太多了啊，佛法里不是指一个地球啊，差不多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银河系
佛法里面讲的世界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银河系，啊，那这个里面的星球啊，真是数不清的，啊，数不清。所以佛经里面常讲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啊，所以佛，啊，有没有灭度呢？没有。佛没灭度，啊，我们说佛灭度啊，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说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，也释迦牟尼佛灭了，啊，灭度了，是在我们这儿说的，啊，如果就这个大世界来讲呢，佛没灭度，佛在我们这个灭度这地球上灭度，另外一个星球上它又出现了，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佛实在是不生不灭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。那么阿弥陀佛呢，就是说他不是属于我们这个银河系，啊，不属于这个银河系，啊，而是另外一个星系，啊，这个星系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，啊，经上说了十万亿佛国度，啊，我们如果说一个佛国度就是一个银河系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个银河在这边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银河在那边，当中啊，当中有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个距离就太远太远了，啊，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怎么动脑筋想做这个科学飞行的工具啊，也没办法，也达不到，距离实在太遥远了。那么可是虽然遥远呢，我们要去还不难，啊，还很容易，啊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神识，俗话说灵魂呢，它的速度非常之大，啊，可以说任何科技这个交通工具没有办法跟我们神识相比，啊，没法子相比，速度太大了，啊，所以一弹指间，一念之间呢，就可以从我们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这个距离远呢，不要害怕，啊，不要听到的时候还担心，啊，不值得担心的，啊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彼土阿弥陀佛这一真庄严，啊，这个一就是环境，啊，说那边的生活环境，真呢就是说我们身体，啊，身体是真宝，啊，这个身体的容貌，啊，这个健康啊，长寿，这都是属于身的珍宝，啊，医报呢就是我们的物质环境，啊，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那边的人民，啊，那边的人民，啊，叫医真庄严，啊，那么目的呢是幸运往生，劝我们呢要相信，劝我们发愿，啊，发什么愿呢？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啊，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外国，啊，我看到的很苦，啊，在外国生活的压力很重，啊，在外国的华侨不幸福，所以真正我们要移民啊，应当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啊，那才是真正安稳的国度，啊，美国决定不安稳，啊，不安稳，啊，说同跨大义
是四奈历史啊，这个是先把这个大意说出来，历史啊就是一段一段的解释啊。翻过来啊，这是抄啊，抄呢就是书的注解啊，这个书跟抄啊都是莲池大师做的啊，所以大师非常的慈悲，给这个经做了一个注解之后，因为注里面呢也相当的深，怕后人呢这个研究有困难，所以自己呢又把他那个注解再加一道注解，所以注解的注解叫做抄啊。那么我们看呢，这个抄里面呢，如果文字容易明白的，我们就省略啊，就不要细讲了啊。有难懂的地方，我们再提出来研究讨论。在这一段抄里面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统夸者，先写略表全文，使血脉贯通，意义具足。这就是统夸的意思，说次乃意义立而设之啊。立而设就是像明体里面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分成四个段落，一段一段详细加以解释。是体指佛名，在这个部经上，这个经题啊，就是用佛的名号啊。说而言一指等者，是观经言佛遍周啊。经举佛名，涉无不尽，因为这个经题里面没有讲到一真庄严，只讲到佛的名号。虽然没有说到一真庄严，说到佛，一真庄严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言语上虽然省略，但是意思非常的完整。周全的意思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这就看立舍，就是分开来讲了。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，因为不仅是念佛人必须要知道啊，同时也是佛学常识啊。我们明白了，对于佛教才不至于发生误会，不至于发生曲解。次立舍也啊，这就分开来讲。先讲佛字，佛者梵语居云佛陀啊，居是完全的称呼，是居住的称呼啊，称佛陀也。我们中文把这个印度梵文呢翻过来，佛陀也。那我们通常称佛呢，就是省略。中国人呢，可以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啊，我们自己呀、啊、要能够体认啊。在近百年当中啊，是中国遭了很大的苦难啊，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都没办法抬头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啊，对自信啊失掉了啊，这个是很可悲哀的事情啊。古人所谓是爱莫大于心死，这个自信心失掉就是心死了啊，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，所以今天遭这样的大难啊。要想民族复兴，国家强盛，首先要把自信心恢复啊。我们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比一比，我们不输给别人啊，
仅不输给别人说，我们的确是超越别人。我记得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，第二次是1983年，我第二次到美国，遇到了一个美国人，他对我们中国人很赞叹，他说是一般的讲法，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，一般的看法，这个看法在国外相当普遍。说世界上如果一个人一个人比较，一对一的比较啊，中国人第一，这外国人承认的，中国人非常聪明，非常优秀，一个比一个。如果两个两个比较呢，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第一，这三个人三个人比较呢，日本人第一，这是外国人一般称法。这个意思很明显，中国人个个能独立，但是不团结，一盘散沙，不团结。世界上最团结的是日本人，这是他告诉我。那么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，他说中国人呢为什么不团结呢？不像日本人团结呢？因为这个人呢是个基督教徒，所以我回答了，就用基督教的这个语气来答复他。我说这个中国人之所以不团结，就是上帝的安排。他听了就吃了一惊，就是怎么是上帝的安排啊？所以我就给他解释，我说中国人如果团结起来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吃饭的地方吗？他听了笑了一笑，我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中国人一团结，世界第一，那真是主宰了全世界。我说这不是上帝的安排，正因为不团结，你们还有饭吃，你们还有工作做。中国人团结，你们就没饭吃了。那么这个可见的了，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恢复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绝不像过去了。尤其台湾这几年，从前我们拿台湾护照在国外都受人家轻视，人家都瞧不起。现在我们把台湾护照一拿来，大家都另眼相看。什么原因呢？钱太多了。现在台湾的存的这个钱呢，给读书啊，世界第一位，世界第一。所以我们台湾的时候，我常常讲了，能够把这个交通礼貌这个环境的清洁如果改善的话，台湾是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极乐世界，我们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，这个是应当要晓得的。那么中国人呢喜欢简单，不喜欢啰嗦，所以连翻这个外国文呢也都是很简单的，佛陀爷把那后头那个尾音呢统统不要了，就取一个佛字，对，中国人喜欢简单。那么他的意思是觉的意思，这个佛陀爷什么意思呢？觉，智慧觉悟的意思，是备三觉。这个意思里头具备了三种觉的意思。这个三种觉我们等一下在抄里面看，在注解里面看。说又云智者，无不知故，
啊，就是佛这个意思里边有觉的意思，有智的意思，有这两种意思。又佛者，十号之一。啊，佛有十种称号，这个十种称号里面有一个号就叫佛，啊，就叫佛陀。又佛地名十一佛，天台名六界佛，华严名六身佛，这个名就是说明。啊，佛地论里面讲十种佛的这个意义，啊，十种佛。那么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在《法华经注解》里面呢，讲佛有六种，啊，有六种佛，叫六界佛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有十种佛，啊，就有十身佛。故佛者，天中天，圣中圣，啊，这是对佛的尊称，啊，尊称为天中天，圣中之圣。凡单言佛者，即本是释迦牟尼也。啊，这是讲单单称佛的，就是称我们的根本老师，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是我们的根本老师。啊，单单讲佛的这佛这个字，那么就是指他。啊，像我们这个经题。啊，那么下面呢，这是。抄里头啊是注解，啊，所以我们把详细的解释啊放在这一段来研究。说凡者净也，啊，这个印度人，古印度人呢，自称呢，他们是大梵天人的后裔，啊，大梵天人的后裔。所以他们的言语呢，就称梵语，啊，文字称为梵文，啊，大梵天这个后裔，这个说法了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啊，这自古传说，他们最初的祖先呢是从天上来的，梵天上来的，那么佛经里面呢也有这个意思。佛经上讲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种，啊，人是到底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佛法里头不是讲进化的，啊，进化了实在很难讲。啊，你比如说进化论里面讲，这个人类的祖先是猿猴，由猿猴进化来的。那么如果真的是猿猴进化来的，现在所有的猿猴都应当变成人。这个才对呀，总不能说一部分进化一部分不进化是保留在那个样子，这个讲不通的啊，实实在在讲不通的啊。可是猿猴的是跟人很接近，就是的，那毕竟是另一个种类啊，决定人不是从猿猴啊进化出来的啊，在佛法里头决定讲不通。那么佛给我们讲，我们人类祖先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在佛经里面记载的时候，从光阴天来的。啊，人类的始祖是从光阴天来的。啊，光阴天人，啊，到这个地球上来了。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啊，经上讲，地球在早初的时候，这个地上有一种植物。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地肥，啊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美，啊，那么他们吃了之后啊，就很喜欢吃这个，啊，吃多了之后啊，他那个飞行的神通啊失掉了，又走不了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起了贪心，贪爱这个地方啊，他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以后，住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人是从这么来的，啊，所以人类的祖先呢是光阴天人，啊，光阴天呢是二禅天，在佛法讲是二禅天，啊，初禅是梵天，二禅是光阴天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古印度的传说啊，跟佛经里面所说的非常接近。非常接近。
那么凡这个意思是清净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样抄里头这个文说凡者净也啊，就是清净的意思啊。对华明凡闻之之谓也，这个梵本佛经的原文是梵文写的，那么对中国中文来讲呢，这个华就是中文啊。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呢，这里头有闻之之谓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梵文呢它是知而无闻啊，知就是知止啊，有什么说什么啊，没有啊这个装饰啊，没有装饰，我们现在讲修辞啊，没有修辞啊，没有修辞就没有把它美化啊，所以梵文呢是知而无闻啊。我们中文不一样啊，中文一篇文章写完之后啊，还要来修饰修饰啊，要把这个文句啊美化啊，这个美化这就是文啊。所以我们古人呢常说的文质彬彬啊，要有文有质啊，这个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啊。质就是有内容，那文就是它有文采啊，这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啊。那么梵文翻成中国文呢，的确文质俱优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要信任的。哎，说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常常遗憾的，中国人为什么把这个自信心丧失掉？真可怜啊！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一直到满清的中叶，我们都是全世界的一等国。诸位如果翻翻乾隆时候那个是版图啊，清朝这个版图最盛的时候，你看看这现在中国多大了，我们的大陆差不多是四个中国大陆大，我们的西面到里海到欧洲啊，啊，北面西伯利亚啊，南面到南洋群岛啊，东面韩国，那当然包括是中国的版图之内，连日本的库页岛都是属于中国的版图啊。我们现在丧失的土地丧失了四分之三了，这是讲现在的中国大陆，只有清朝全盛时候四分之三啊。这个故事啊，全是我们把自信心丢掉了啊，什么都是外国人的好啊。在那个时候中国称为天朝啊，啊，确实文化水准最高的啊，外国人不认识中国，现在外国人认识了，所以到中国去一块砖头一块瓦片他们都当宝贝，为什么呢？一考据都是几千年几百年啊，美国开国才两百年，没有文化可言的啊。佛法佛灭度之后啊，一千年传到中国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确切的日期啊，就是摩腾诸法兰这两位法师啊，汉明帝派这个特使把他们从西域请到中国来，是永平十年啊，汉明帝永平十年啊，
公元是67年，啊，现在公元是1987年，啊，是67年那年来的，1900多年，啊，1900多年，啊，佛教到中国来早啊，啊，那么以后一直可以说到这个唐朝的中医。西域的这个佛经呢，大量的传到中国来。啊，我们中国法师到那边去取经，也有印度法师带来。啊，可以说经典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翻译过来之后，当然这个带过来的东西，翻译不是完全翻译的，没有那么多人力，没那么多时间，总是挑选，选重要的，选好的。啊，优先翻译，啊，翻成了中文。可是诸位有没有想到，那个梵文的原本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了。中国大陆上找不到一部梵文原文的经典，在当时，大量的贝叶经流的，为什么今天的时候一部都没有了？这是个问题啊。啊，我曾经啊就这个问题去请教方东梅先生。啊，方先生听了之后也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啊，他想了一想啊，想出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是他想出来的。啊，我很同意他的说法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太自负了，信心太强了，认为我们所翻译的这个经典不但意思完全不错，而且文字上啊，这个修饰啊，比梵文还要华丽，还要华美，念中文的经典，梵文经典可以不要了。这是方先生答复我的，我听了也觉得很满意，可见的我们中国人自信心之强，在那个时候啊，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一等国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的，独一无二啊，信心之强啊！啊，现在人呢，念到这个中文经典怀疑，啊，不相信，啊，要去找梵文经典，啊，找英文的经典，找西藏文的经典。这真是悲哀的一桩事情啊！啊，日本文的是从我们中文翻译过去的，啊，西藏文的固然是一部分直接从梵文移过去的，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从中文移过去的。啊，西藏的佛教比我们中国要落后好几百年。啊，你看我们中国。啊，佛教是从以公元来算嘛，67年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西藏的佛教呢，是文成公主，唐朝文成公主嫁到西藏，文成公主提倡的。啊，那个时候藏王才到印度，在中国来取经。啊，所以西藏佛教啊，是文成公主提倡的。比我们要晚好几百年了，啊，从后汉到唐啊，啊，至少要晚600-700年。啊，那么在修学成就上，实在讲，西藏远远比不上中国，啊，远远比不上，啊，你不说别的吧，你就是我们算承认他，啊，达赖班禅。这些大喇嘛是这个摩罗汉转世的，才摩罗汉而已呀。啊，中国各宗各派这个祖师，那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，超过摩罗汉太多太多了。摩罗汉怎么能相比呢？啊，所以不仅仅啊。这个自信心失掉，连学佛的信心都失掉了，这怎么能成就呢？
这一桩事情我在中国常说，我在国外也常说啊，因为国外密宗很盛行，西藏那些喇嘛常常到那边传教，我也提醒了不少人啊，叫他真正去研究研究历史，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佛学，决定不比西藏差啊。说实在话，真正要想学佛，要学中国东西啊，可以说佛学经典，中文经典是独一无二啊，就在我们自己啊，要能够自信啊。那么我还提醒美国人啊，我接触的美国人现在学佛的也多啊，也都义务疯的去学禅学密去了啊，所以我就给他当头一棒啊，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，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啊。他们听了就很奇怪啊，现在美国佛教很深呢啊，日本人在那传教啊，日本人势力很大，差不多美国的佛教90%的这个教会寺庙是日本人的啊，西藏的大概占6-7%，我们中国人最差，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个佛教的教会大概占他们全部的教会的时候，恐怕只有2-3%的样子啊，日本人势力最大啊，左右美国的佛教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告诉美国人，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啊，他们听了很奇怪啊，我就给他解释，我说你仔细呀去观察一下啊，我们中国人供的这个佛像啊，菩萨像啊，你一看中国人，一看中国人，佛到中国来了。日本人供的佛像菩萨像，一看日本人，还穿哑巴鞋啊，日本人佛像穿哑巴鞋的，一看就日本人。说泰国的佛像，你一看那个下巴尖尖的，一看就泰国人。我说你们美国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佛像菩萨像像你美国人啊？这是我提醒他，提醒他佛教给我们的是顶天立地呀，是独立的精神，不是跟到别人走的啊。这是我们对佛法了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地方啊，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啊。日本人的佛教传教是侵略的性质，他今天不是用武力，不是用军队来侵，用什么呢？用宗教，用经济，用这两种方法来侵略，把你这个国家灭亡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用佛法什么呢？控制你的思想，你听他的话，听他摆布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日本人在台湾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是点醒美国人啊，不要被他用这种方法来侵略了啊。现在美国逐渐美国人丧失了自信心了，丧失自信心了啊，美国人看的是日本好，样样都是日本第一啊，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。所以特别要认识啊，要认识自己的文化，要认识自己的优点啊，也要晓得自己的缺点啊。我们今天自己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自信心啊，第二个缺点就是不团结啊。我们能够把这两个缺点改过来，我们就是世界第一，就是世界的领导者。这是讲稳与直啊，
句点是句足啊。说凡于当今佛陀啊，不言陀者，僧文也。这个僧文就是僧略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喜欢僧略啊，所以佛陀也那个陀啊，那个尾音呢、啊、省掉了，单单称佛。以以正当之言，则曰觉者。这个正当呢，是古时候对于中国的称呼，外国人称中国为正当，因为中国在东方，啊，太阳出来的地方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称呼呢，就称呼支那，啊，那日本人称呼我们支那国，支那是梵语。是古时候啊，古印度尊称我们中国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，文化水准高，像我们在佛经里面称舍卫国一样，啊，它是人文经济啊，都是在这个古印度啊，是最繁华、最兴盛的一个地区，啊，是一种尊称。那么这就是翻成中国话，啊，把它翻译成中国话呢，再用觉者，啊，的意思就是觉，佛陀的意思就翻成觉。这个觉呢，是对迷者的名言，迷的反面就是觉悟，所以迷觉是一对，啊，佛觉，不觉呢就是迷。凡夫迷呀，佛是觉悟。那么这个觉里面有三个意思。三觉者是自觉亦凡夫，佛自觉，凡人呢自己迷惑，自己迷惑。我们确确实实，我们对于自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，也不晓得自己将来要到哪里去，甚至于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，这一生呢就是糊里糊涂又过去了，这个是不觉真的醉生梦死。凡夫就是这样的，在这个世间增名增利，到后来还不是一场空，哪一样东西你能带得去啊？没有一样，就是古人所讲的，所以人呢，应当做到三不朽，立功、立德、立名。所谓是遗方后世这个观念呢还是迷而不觉。为什么呢？地球有尘住坏空，你能留得住吗？留不住啊！根据这个地质学家的考据，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以前已经经过四次洪水，整个这个地面都淹没了，所有文化全部都摧毁了，每一次洪水几乎文化都是从头来起。那你这个流放后世，这个是一个梦想，是做不到的事情可见的了，还是佛讲的是话是正确，没有错迷惑颠倒这个是要觉悟佛观佛不迷，佛不迷他就没有烦恼，他不迷他就没有轮回
烦恼是因，轮回是果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你心里的烦恼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人心里没有烦恼，就没有六道轮回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小乘圣者，四果罗汉超越轮回了。他怎么超越呢？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超越三界，超越轮回了。佛没有见思烦恼，不但见思烦恼他没有，尘沙烦恼他也没有，无明烦恼他也没有。阿罗汉呢，这个三类的烦恼只不过只断了见思烦恼，尘沙烦恼他还有，无明烦恼他还有，那么三界六道轮回他没有了。所以诸位同修要牢牢地记住，如果我们见思烦恼没有断，不管你学哪个法门，你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能力出三界了。这个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嘛。就像啊，谭旭法师讲的，谭旭法师举例子讲那个修禅定，修止观，他是天台宗的祖师，天台修行是用止观的方法，修禅定修止观，修到最好的程度，也不过是升天而已，有没有出三界？没有。就是禅定功夫很深，一盘腿一打坐面壁，能够坐上一个月一百天不起来，这了不起了。他的果报也不过是在初禅二禅而已，在四禅天呢，就这么一个功夫出不了三界。所以诸位同修你要想在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，想真正离苦得乐，干净利落，你必须对弥陀经对无量寿经的要认真地去研究。除了这一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你别想在这一生成就。这个我不是这么武断的说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能不能断烦恼。不是说法门不好，法门都好，你要用那个法子修，果然能断烦恼，那行啊，那就成功了。你用那个方法修，修来修去不能断烦恼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你就不成功了。你那个药吃了没效为什么说这个法门能行呢？这个法门不断烦恼可以往生，妙就妙在此地。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只有这一个法门不必。你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真正肯念佛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功。所以你要把一切放下，不但把世缘放下，就是一切所有的佛法都要放下。一切经教我不要去研究了，我只要研究这两部经够了。保证你这一生往生。你要再搞禅，再搞密，再搞教，那你就靠不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思想混乱了。你这个功夫里都掺杂了，不纯。所以你很难得效果。这个法门没有别的诀窍。就像大经里面所说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
我们这一部经里面讲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啊，你只要真正能照这样做，就决定成功。啊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说，我是决定有把握往生，所以我今天这么肯定的来劝你，就是我决定有把握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、嘻嘻哈哈，为什么呢？我来旅行的，啊，我是来玩的。这个世界对我无忧无虑无牵无挂，我怎么不自在呀？ 要认真努力。我在没有得这个法门以前，跟你们一样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烦恼重重。得到这个法门之后，这个妄想杂念没有了，一切烦恼也没有了。那个烦恼找都找不到了，想一个烦恼都没有，都想不到。这法门的好处啊，我在真正的利益了，今天把这个殊胜的利益贡献给诸位。所以大家要印经，发心印经，最好就印这两部经。弥陀经一，这个苏超要解，无量寿经的注解，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人家得到这个，他真的能得度。得到别的经书的时候，虽然是好，一生当中就是救不了现在的命啊，救不了啊。这个几本书的时候，真正救得了命啊。真正能解决问题呀！所以说一切功德没有能够跟这个相比的。这是讲自觉，佛觉凡夫不觉，自觉亦凡夫，亦就是跟凡夫不一样。觉他一二乘，二乘是讲声闻缘觉。我们通常称为摩罗汉，辟支佛，在佛法里叫小乘。小乘刚才讲了，他见思烦恼断了，摩罗汉、辟支佛都断了，他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，他超越了。可是啊。他是只是自觉，没有觉他。我们俗话讲了，自了汉，自己觉悟了，不肯帮助别人，不肯帮助别人，不肯教化众生，这是小乘。因此，小乘的自觉没有圆满。刚才讲了，三类的烦恼，他只破断掉一类见思烦恼。另外两类他没有断，他为什么断不了呢？那个两类的烦恼啊，要教化众生才断得了。小乘人呢，图得身心自在，不愿意跟社会人接触，这社会人太麻烦了，不愿意跟他接触，所以他的尘沙惑、无明惑断不了。那么佛不一样，佛普遍的教化众生，大慈大悲，所以跟这个二乘人呢不一样，跟这个声闻缘觉不相同。第三呢是觉满一菩萨，满是圆满，菩萨确实他是自觉觉他，自己自觉也教化众生，也帮助别人求，但是不圆满，不圆满。唯有佛圆满，圆满的大觉，所以他跟菩萨不一样，跟菩萨不一样。那么在佛门里面的称呼，
我在此地略说一说，这是一种常识，诸位啊要记住。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这个出家人呢，往往尊称的是某某大师，这个称呼要不得啊！你们同学们晓得之后，以后见到出家人不要称大师，称大师是骂他啊！为什么呢？大师是菩萨称啊，佛称的，菩萨都没有资格称大师，菩萨称大师，你看观音大师。啊，你们有没有哪里看到观音大师？没有，观音大师。啊，所以菩萨称大师，啊，称开示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师啊，是对佛的尊称，普通一般人不能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要觉满的人才能称。啊，他虽然觉没有圆满，不能称大师。啊，所以要称大师太过分了。啊，好像我们见到一个人，我们要尊敬他。这个世界上尊敬的名称最高的是总统啊。我见到你啊，总统先生，那是不是骂你？你不是总统，称你总统先生。啊，你在一个学校当教员，那个学校最高的呢是校长了，看到的校长先生，那不是骂人吗？啊，所以这是绝对错误的，啊，绝对错误的，啊，不可以啊。现代人呢，实在讲的是，许多地方呢僭越了啊，啊，做得太过分了。说得难听一点，太肉麻了，啊，不可以，哎，我们要有这个常识，啊，啊，那是三觉居圆，故曰自他觉满之者，啊，这个是通常啊对着佛这一个字的解释，啊，要到这种地位，我们才尊称他为佛，啊，称之为大师。那么底下呢还有解释，啊，它这个意思很多，所以当时在中国文字里面找不到这个智慧的翻这个名词，只好呢音译了，那么再加以注解，啊，它这个名号里的含的意思很多。那么底下呢还有一种三觉的意思，啊，也是讲自觉，觉他觉满。说又啊，立心名自觉，立色名觉他，居立名觉满，一三觉矣。前面呢，这个三觉啊，是从人啊人事上来说，从人事，你看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确实有这个人，确实有这个事，啊，从这上说，啊，那么这个三觉呢，是完全从自己修正功夫上说的，那与外人不相干了，啊，外人不相干了。那么这个里面讲到色，讲到心，啊，这就讲到唯识学了。所以唯识学也就是佛教的心理学，啊，讲到心理学上去了。这个心呢就是讲的实心，我们通常讲八识，啊，八识啊是完全讲心理，啊，这个阿赖耶识啊是讲心之本体，心之本体。那么前面讲的七个识呢，是这个心的作用，啊，心理的作用，啊，所以作用呢，那么第一个作用是莫那，莫那是转识，如何从体转变成作用，啊，它叫转识。
啊。那么第六呢是意识，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意识啊，意识种种分别，种种执着啊，这全是意识性啊。那么在眼耳鼻舌身呢，这就是五识，我们五种感官，在眼能见，在耳能听啊。所以楞严上讲了，原以一精明啊，分成六合合啊，它的体是一个啊，但是在工具上不相同，它起的作用不一样啊。这个事情啊，在现代科技发达了，我们不难理解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讲电啊，电它的体是一个，那么在灯上它就放光啊，在这上面呢，它就能把音声扩大。电是一个东西嘛，哎，它这个机器不一样啊，它起的作用不一样。我们那个阿赖耶就像电流一样啊，眼耳鼻舌身呢，就是在眼能见，在耳能听啊，在鼻嗅香，在舌尝味啊，这是它这个机械不一样的时候，它起的作用不相同。那么这些呢，统统叫妄心，那虚妄的不是真心啊。真心的作用啊，那不得了了啊。真心作用啊，不受这个器械的拘束，不受它。如果你是真心呢，眼能见，也能听，也能闻味道啊。是楞严上说了啊，六根互用啊，任何一个物体上，它能发挥它全部的功能，全部的作用，这是真心啊。所以用真心的人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有神通啊。为什么有神通呢？你不是他眼看到这里，后面能不能看到？后能看到。我说他脑袋他会看吧，什么都起作用吧，他没有障碍吧啊。头顶也看上面，脚底下看下面，四面八方他都看到啊。所以真心现前呢，你的本能就恢复，本能就恢复啊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有神通的人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你们千千万万的不要去惹他啊，不要去接近他，没好处。因为他那个神通啊，都是鬼神附在他身上所现的，不是他的本能啊。妖魔鬼怪呀，到这个世界啊，他跟他有缘，借着他这个身体显神通，彼此两个人都有好处啊。那个魔也魔鬼呀有好处，他自己也觉得哦，我现在有神通了啊，也搞了不少的徒众来的时候啊，兴风作浪啊，搞这些名闻利养啊。现在人迷信这个特别多啊，讲真的他不相信，讲个假的他相信啊。我在洛杉矶讲这个净土法门，听的人大概只有40多个人，当中有个居士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你如果讲个财神经啊，听的人恐怕得上万呢。他就告诉我，那个卢生燕呢，在那边讲财神经，卖票，一张票啊20块美金，里面位置都没得坐，他有多少人？卢生燕真是发了财了啊。我们给人讲真的，真的没人听，讲假的骗人，现在人听骗，哎，一骗他就来了啊。眼前好啊，财源滚滚不断而来啊，可是后来的果报不得了，这个是得不偿失。古人所讲"
刀头是蜜啊，啊，蜜很甜呐、啊，在刀刃上啊，吃下去甜掺到了舌头也去掉了，所以后来的果报太可怕了啊！我们决定啊，不要干这个事情啊，决定不干这个事情。所以要自觉，自觉立心，立心意识啊，这就叫自觉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功夫啊。立心意识是怎么个立法呢？这简单的说说，这个识啊就是分别，意啊是执着，心呢是恶印象。假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，这就叫立心意识了，这叫自觉。诸位想想你能不能做得到呢？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自觉。这个自觉的意思比前面那个还要深，比前面讲的还要深。这是真正的功夫啊，真正的功夫啊，要理心意识啊。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啊，用四句话来讲啊：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要真正的去做，真正去做啊。那么真的这样去做，也有人就问我了，那这不变成白痴了？如果白痴就是佛的话，那很容易啊！现在那个医院给打一针就白痴了，是不是成佛了？何必要这么苦修呢？用不着了吗？不是的。我给你讲的这个不分别，是分别跟不分别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不分别。执着与不执着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不执着。啊，那么不动念的是动念跟不动念也是一不是二啊，起心与不起心也是一不是二，这听起来就很玄了啊。但是我跟诸位说的这是真实话啊。比如说我们待人接物啊，我们手上拿一本书，人家问你啊，法师，你手上拿什么？我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我一句话没得说。人家问的，那我不是呆呆的吗？他问我什么？我这是书啊，什么书啊？《弥陀经》啊。你看我真的又分别，又执着，又起心，又动念。这个分别、执着、起心、动念是为他。他说这个是书，所以我才给他说书。他说这个是弥陀经，我也给他说弥陀经。我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执着这是书这是弥陀经？没有。所以对自己讲的时候呢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但是对人的时候呢，又起心又动念又分别又执着，所以他是一不是二。诸位要学这样子，这个叫佛啊。对自己就是佛法在世间，对别人不坏世间相啊，世间一切现象，世间一些持续随顺，决定不破坏它啊。自己心地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。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不能相处，没有一桩事情不可爱啊，你会得大自在啊。可世间人跟佛不一样的呢，他外面分别，里头也真分别，外头执着，里头也执着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
佛菩萨那个高明之处啊，就是外面对你啊，随着你的分别而分别，随着你的执着而执着，他自己根本没有，他这个本事就在此地啊，这叫自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个啊，是每一天敲钟沐浴念经拜佛磕头的时候，那人家是那个都是装样装模作样的啊，样子装得再像，心里面不做功夫没用处。我这次在加拿大遇到一个同修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过去跟一个老师傅学佛啊，他说那个师傅，他那个师傅啊，修行得非常好啊，就是每一天这个功课都不缺，都非常认真的修行，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说最近呢着魔了，住在神经病院啊，他来问我什么原因啊，问我要不要再亲近他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形式上的修行修得再好，装模作样啊，真正修行是在内心里头用功夫啊，转境界，不在形式啊。我们读古人这个传记啊，你看这个寒山拾得啊，在寺庙里头疯疯癫癫的啊，厨房里面烧火的两个小工啊，到后来才晓得是文殊普贤两大菩萨啊，在他们在国清寺，就天台山国清寺啊，对房里这个冲米的啊，一个和尚冲米的叫风干，那是阿弥陀佛，都做苦工啊，都在伺候大家了啊，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戒堂里面呢，半月松戒呀，庄严呢，庄严都在松戒，很认真呢。寒山拾得在门口讽刺笑话他们，为什么呢？戒律很认真松，做不到啊。所以要晓得，真正功夫在心地呀，啊，因地不真呢，国招于去。他那个师傅的时候，有这个魔障。啊，着了魔，有原因的。啊，他问我要不要再亲近他，我告诉他。啊，我说你既然跟他那么多年了，你有义务照顾他。啊，他在病苦当中，啊，如果需要这个帮助的话，有钱应当帮助他照顾他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那个师父钱太多太多了。我说那你可以回不去了。你就不必去了啊，钱太多了就要招魔障。你看我难问师父吉凶经里佛告诉我们，急财伤道啊，他心就不在道上了，心天天就在那个钱财上了啊，尤其在香港，他的师父在香港啊，钱多了放在银行里面又怕利息少了，买股票又怕跌了，都是那个事情麻烦大了，跟他说了，他哪有心在道上了？所以每一天啊，那个仪规做得再好，他心不在道上啊，他会着魔啊。啊，这点我们要晓得，这个立心立色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色是什么呢？外面的境界，外面境界要舍掉啊，绝不为。外面呢是五欲六尘所动心啊，外面是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啊，你还要为这些东西动心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就迷了，你就不觉了啊。所以这个自觉觉他的意思就是内断烦恼啊，内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；外面不为五欲六尘
所谓诱惑，这个叫觉他，啊，这个叫觉他，啊，距离两边都离了，啊，内离烦恼啊，外断尘缘，这个叫觉满，觉心圆满，啊，所以这一段的解释完全从自己功夫上来说的，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学佛第一个阶段的收获是法喜充满，啊，这是你初初证得的，啊，证得的，啊，这是享受啊！啊，我是民国42年亲近方东美先生，啊，非常的难得。他要我在他家里上课，啊，不是在学校里，在他家里，啊，所以我跟他学是在他家里学的，啊，他给我讲了一这个等于是一部《智修概论》，啊，讲到最后终结的时候讲到佛经哲学，啊，他下了一个定语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的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是被这两句话了打动了，所以发心呢来学佛，来研究佛学，啊，我对他非常感激。为什么呢？我今天真正证实了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我得到了。啊，所以学佛了身心自在啊，快快乐乐啊！我看到很多人学佛学的面孔啊愁眉苦脸的，这个学佛没有得法，没有得利益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有病嘛，这个药吃了都没效，没效啊！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检点，认真的学习啊！学佛的人呢，就是快快乐乐。我在国外呀，能够有这么好的法缘，啊，大家都希望来跟我，就是看到我很快乐。我这个快乐从哪里来的？念阿弥陀佛来的。我教他你怎么念，你就会很快乐。啊，哎，这个就能戒引很多众生。如果我一天到晚板着面孔、愁眉苦脸，谁都不愿意学佛了。你看，学佛，学佛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佛还能学吗？这佛不能学了。诸位要好好认真啊！假如我们佛法没有学好，不但是我们对不起佛陀，我们破坏了佛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吓得别人不敢学佛。啊，这个罪过就无量无边，那就破坏佛法。啊，我们总要一叫人家一见到，哎呀，你看学佛多好。那个人学佛你看看那么幸福啊，那么快乐啊，第一个就叫人家有这个印象啊，这样你就能够普度众生了，你就能够普遍的戒引众生了，啊，很重要很重要啊。这种发喜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不是学来的啊，绝对不是受外面境界刺激啊，是真正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，这叫发喜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